因为这一个中秋节是没有连假，所以很多民众是提前在这个周末来过节，甚至很多人是一早就来大堡溪卡位。连线给记者刘冠琪。好，主播各位观众，记者目前位置就在新北市三峡区的大堡溪，可以看到现场是有非常多的民众都来到这里玩水消暑，因为这里在岸边呢也可以进行烤肉，因为中秋节就快要到了，不过今年没有连假，所以大家就选择提前在周末来过节。让我们听一段稍早访问。6点多我们就来到那边开始抢位置啊。今天一大早就来。对啊，不然你是找不到位置的，没有位置的。好，其实听完民众访问，有非常多人，他们都是自备着食材跟器具，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来抢位，要来烤肉玩水。还有看到很多民众呢，都是自己带着救生圈还有水枪，而岸边呢也有不少的救生员都在非常注视着这些游客的安危，就是担心怕会发生意外，希望民众可以安全的出门，也安全的回家。以上现场最新，将时间镜头还给棚内。